好的哥们的后者，孙悦那个新智咖啡的最新作《新星同盟》呵呵。那么，正如大家所见，我们现在玩的是 demo 版本，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测试版，它一共有两个关卡供我们选择，这男人传说的泪昂良心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进入游戏 ，Let's go！ 不是，那马里奥，那啊嗨呀，操作提示啊，忽略，开始了。还是那一坨熟悉的粉蛋，哈哈，好，我们往前走哈。哇哦，前面有个提示啊 ，A 键是跳，呵呵，老生常谈，不在乎。哎 ，B 键呢？啊，吸过来啊，吞进啊，让我吐进去啊。今天食欲有点好，今天饿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往前走，喂，好，一块砖吐，哼哼，成功射死呀，小蘑菇。哎呀，帽子没了吧？哼，吐死你丫的！好，接着往前走。哦，这个是要吸能力了吧？嚯！成功变身绿帽子卡比呀，错啊！哇，这里面还能消草的呀！哇哦，好玩了嘿！好的，进入下一个场景。嘟嘟嘟，哦，等会儿仿佛有个小剧情，草丛里有动静，妈耶，炸弹人，他想炸我！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喂，哎，等会儿我现在要按插键吗？能干啥呢？我天，一颗小星星！不至于吧？哈，只见我对他比了个星，他就爱上了我。哈哈哈哈。我们同盟了，奇不奇怪啊？呀，还这样互相蹭啊蹭，哎，可以，接个掌，走了。哈哈，哇，我有个队友了啊！听说这里面一共可以有四个队友是吧？加上我四个啊，可能是要组一个传说的终极卡比警备队嘛？啊，哎呀，又可以丢星星，来给你比个心。哇哦，塞文蝙蝠归我了！哈哈，往前呀，这个是戒指，哼，我不要它，这不是跟我重合了吗？哎。谢谢你啊，帮我怼了一下，有没有？哦，等会儿我是不是可以往上丢个星啊？但是我不要这个技能，怎么样？呀哈，往前切，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技能吗？啊，仿佛没有了。那算了，就这么三个人吧。回，看我的呀，一个大种子。我天哪，里面居然是个局。大哥，我想把他变成队友的，你把他轰死了，咋的就这么自觉的吗？啊，算了，前面可能还有哈。往前走，呜呼。又是一个大栗子，哇哦，一条命，哇，赚大了嘿！一只小猴子，哈哈，哇，成功弄死！哎，这个地方是要按下键下去吗？啊，没错的。这前面啥玩意这么大呢？哈，呜，还打飞了，还不炸了还？我天哪！啊，原来里面就两个玩意啊，真脏！吓得我一击鱼鳞。这个地方是要抓那么一击吗？哦，没错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能不能协调点啊？哎呦！上面这么多星星的吗？哇，这边又来两个，哼，弄死他们！好的，接着往上爬哈。哎嘿嘿，好，进门，咚！又是那一小坨。哎，怎么还是剑士呢？啊，算了，就暂且收你为盟吧。哎，差点吐死了，我天！哦，哈，咱们击个掌吧。啊，算了，等会儿，嚯，一个香蕉。哦耶！哎，往前走，这啥玩意？哇 ，Fireman， 来吧，加入我的队伍！哎，等会儿，好像说往上推会咋样来着？哎，这个时候要替换一个了啊，这替换键是吧？反正跟我能力一样的啊。哦，按上键它可以给我火元素吗？哇，烈焰神剑，哇 ，Fire Sword， 哈哈，来吧，我要焚烧一切！呜呼呼，太邪恶了，我喜欢呐！哇哦，上劈斩，好的，接着往前，哇，燃烧吧，草丛！哎，我刚捡了个小樱桃嘛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费血，牛，往前奔！哎，这啥玩意？炸弹吗？好，来，我劈他一下，他要炸了！耶，我下去了，我死了吗？啊？啊，还没有。哇，看来我免疫炸弹呢啊，挺牛啊！来吧，看我的卡比警备队！啊，那被炸死了啊！来，我们接着进门。哦，这一个场景有啥呢？啊，就几个小星星啊！前面有没有东西啊？啊，哦，是不是快到 BOSS 了呢？我天，感觉打了挺长时间了。哇，看我的劈死他！哟，这是这边戳啊，直接砍丢。又是个大炸弹，来吧，戳！哈哈。炸我呀，炸我呀，哎，我在这儿了，不费血，牛不牛皮，哈哈，哇，就是这个，哇，赛文蝙蝠，好的，哎，一个大核桃，哎呀，哈密瓜，哇哦，我刚才那亲嘴还能加血呢是不？现在我们都是满血满状态了，哎，等会大哥大哥，我们炸他啊，炸他，不要跳下去了行不行？哎，砰，哦哦哦，太爽了这炸弹，哈哈，我的接着上去，哇哦。咦呀，哎呀，等会儿这啥玩意？哦，我应该让他跟我同盟的。
啊，等会儿啊，不要着急，往回这么一撤，再往这边走，哦，他就又刷出来了，那、哦、奇不奇怪？哎，好，给他一个星。好的，这个就换啥呢？肯定就是你了，小波比兄弟。哈、哦，哎，我能变成他的元素？我试试看哈、啊。好的，给我元素吧。哇，雷霆剑，哇，哇啊，电气剑，那、啊、怎么这么快就纠正我了呢？这，哎呦，这前面啥玩意？哇，一个大墩子感觉。啊，我可以用冰剑了吗？哇，看我的，把这个赛文冰斧给换掉。哎哎，来吧，小雪人。换这个弯刀骑士。哇哦，哎，我的冰剑。来，寒冰剑 ，Ice Sword， 破。冰雪剑啊，也可以啊，呜、哦，直接炸过去了。哎，这里面有个东西啊，这满血的东西啊，呵呵啊，没什么大气候啊，突啊，哈哈，哇、哦，这寒冰剑好厉害。好的，接着往下走，哈、啊，就这么溜下去了。我就知道要寒冰元素，你看呢？直接给劈没了。哇、哦，好的，接着往这边走。哇哦，一路逼近，呀，错。哎，一个大肥猫，不管它，错啊啊，怎么样啊，牛不牛皮吧？哎，前面又是这个小拉手，好的，我们拉一个哈，男左女右，话说我男的女的，我天，卡比有没有性别？呼，世纪难题啊，我去，哇，这也脱离多了吧，大哥，哈哈，好神奇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现在往上走，嘿嘿，哦，难道是快 boss 了吧？呀，这门还要两个人一起开呀、啊！我进入、哦，这是啥地方啊？就是往前走呗。好、啊，我知道了，上面的人踩下那个机关，哎，我们这就开了。接着我们踩一下，哦，上面就开了，哈哈，如此的巧妙哈！嚯、哦，看我的冰魄！哎，上面有个小拼图，我检查一下，好、哦，搞定。嚯、哦，快踩一下开关！啊，那踩了。哎，接着往这边走，哇哦，简直就是潇草如泥呀、啊！瞬间砍断。等会儿啊，还没到 boss 呢，还骑野猪，我天哪，这小兵还有坐骑了还，挥哇，如此的默契吗？哈哈，太强了！哎呀，滑到他那去了，哟，他还来个旋风踢，我挺能啊你啊，但是还不是我的对手，接着往前，哦，这个小火人，咱们不要他，哇哦，这什么地方？我天，哈哈，四个炮筒子。哇，挺自觉，帮我点了个火。哎，会不会我先上上去？啊，要四个一起射呀！哦，砰！哇、哦，太好玩了，这游戏！我的天哪！哦，要要要要，到顶了！噔噔噔！我就知道吧，在这边我可以拿个最好的道具。下一个地方走你。等会儿，这个地方怎么感觉阴森了不少呢？不要着急，往前面深入。哎，给我这么多吃的，可能要到 BOSS 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这还有个伞。好、哦，咱们不用塞，这什么玩意？我天，这是个新的吗？哦，舍弃能力哈、啊。好的，把它吸过来。不是，大哥，嚯，这是悠悠球吗？啊，它没了。等会儿我们再回那么一波，再过去。呵呵，你看呢？又有了吗？哎，吸过来。哇、哦，真的是溜溜球！我天哪，来，给我一个火力少年王。哇、哦，把闪电球也行啊。哈哈，呀，电气溜溜球，耶嘿。哦，不光球溜，我自个儿还能溜起来哈、啊！哎，是要到 boss 了吗？瞬间安静了不少。又是这棵大树，我天哪！哇，咋的每波都有你呢？哈、啊！哎呀，风雨大树，森林的守卫。好的，来吧，看我丢死你！我悠悠球丢的还挺长，嘿嘿嘿！哇，真是选对了呀！啊，哈、啊、哈！哎，话说我还有什么别的技能吗？哇，比如说往上，哇，摩天轮！哈哈，那往下呢？哟，溜溜球在地上滋，哇、哦，就是牛皮哈。好的，我们再换一个属性，来吧，大哥，我还飞了呢。哦，正好冰元素在这边。哇哦，冰雪溜溜球，来吧，错。哎，话说这个冰雪溜溜球有什么技能吗？哎，等会儿，大哥，哇，好多苹果，哈哈，看我的风火轮啊，谁都砸不到我。哎嘿，哈，牛不牛皮啊？哈、啊，大哥。把我的火元素放过来行不行？我想要火力少年王。不是，你都快死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哎，我的溜溜球没了啊，又有了。哎哎，咱们亲个嘴呗啊！我快没血了，大哥，亲嘴。哎哎，他不跟我亲，我去。那好，算了。那哟，最后一击 ，last one。咦，他缩小了。哦，掉出来一个黑心。哇、哦，
这是打我的理由是不？啊，那前几步是为啥？你告诉我。哎呀，啊，耶，哦，通关。嗯，我是不是要收集那个鞋？他过来了，怼他一下。哎，又飞走了，不至于吧？啊，就追过去了是不？哦，等会儿这些拼图都是有用的，哎，可以组成一幅画，但是还没有好。嘿，呀，还是散装的呀。哇哦，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把测试版的第一关通了，赢了北京民道士吧，我们前进，拜。